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讲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哎，讲是这么讲，你们背不了的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1955年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，看什么讲吧？我就看看我的身体如何。好了，你不要讲，我从上面帮你看下来就知道了。有偏头痛。对。颈椎不好。对的，对的。咽喉经常有痰，很难受。哎，对的。咳不出来。是。啊，胸部不好，心脏这一块经常会有心悸，然后呢会胸闷。对的，有时晚上心脏有人帮我在发个，哦哟。对了，而且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像停掉一样。对对对。啊，再看下去，你的肠胃不好。对对对，我肠胃，肠胃经常吃东西，你不能吃冷的，一吃冷的就不舒服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妇科也不好，掉过孩子。嗯、对对对，掉过的。鼓掌。啊、哦，鼓掌、嗯。还要看下去不啦？关节，右关节不好。是的，有一点。再看下去好吗？你的脚趾啊，哎、有一个脚趾跟大拇指边上块骨头啊，凸出来蛮多的。是啊，有我左边的好像一个。怎么样？就差看出脚气了。对。有没有啊？有的。台长厉害不厉害啊？啊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医生等到医生说没有办法，你回去吧，你们回去吃好的喝好的，我治不了你们的时候，你跟台长结个缘，说不定我就能把你救好呢。哎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你热不热啊？热的。左半边。对。鼓掌。听懂了吗？你人挺好，做什么事情人家都不会回报你的。你对人家很好，你过去在家里对爸爸妈妈很好，给了他们很多钱，对他们很好，但是家里爸爸妈妈不会对你很好。我讲的对不对呀、啊对对对。啊，你自己要记住了，你这个人人很好，嘴巴不好。要好好修嘴巴。对对对，什么都要讲出去，给人家一点用啦、吃啦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你应该到我们广播电台来比较好一点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啊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你的淋巴有点问题。哎，我现在淋巴左面有查出来有点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每个月放生，还有基本吃素。基本吃素、哎、你还基本吃素和鸭本吃素，你应该赶快吃素才对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听得懂吗？今天师父抽到我了，我很激动的、哎、所以我说我从今天开始一定吃素了。啊、哎，你看了吗、哎、你看看台长救人比你们快吧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吃全素啊、哦、否则的话我告诉你，食道里边我今天讲给你听啊，你不要怕啊啊，食道里会生东西的，长那个东西，听得懂吗？知道了。不好的。对。长那个东西就飘。听懂了吗？知道了。啊，其他没什么。哎，我师傅，我想问一声，就是缺钙。我那个图腾就是刚穿什么颜色的，就是。啊，看看你什么图腾？哎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5年，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是吧？哎。啊、哦，是偏深色的。啊，偏深色的。啊，你这个颜色太深了一点。啊、哦。哎，稍微再淡一点。哦。好吧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晚上刷不刷牙？
刷的，因为每天晚上刷 刷的。后面有个牙蛀掉了。哦，不是，我扎了些假牙。哦。哎，新装的，我新装的。新装的，刚刚装是不啦？啊？刚刚装是不啦？对对对。啊，舌头以前那么舔呐。假牙还蛮大的了，蛮大一颗了。对对对，在这里，哎呦，师傅很厉害的，我这在里面你都看见了。你的肺长在外面的？啊？你的心脏和肺都在外面的？我刚刚看哪个东西不是在里面的？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很孝顺，孝顺一个爸爸妈妈当中一个，你孝顺的不得了。对的。你看看像这种人很服气的，我帮他从头看到底了，一般我不是从头看到底的。对对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啊，你自己当心啊，其他没什么、以后嘴巴少讲人家不好。对啊，有时间讲人家不好，多念经啦。对对对，说了完全有道理。你就冲着他，实在你很恨他的时候，千手千眼为他悲喜，你就不生气了吗？好了，讲吧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我家那个菩萨来过吧。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五五年属羊的。哦，佛台倒装得蛮好。哦呦，对对对。菩萨像上面还有几个灯呢。对对对。在边上，啊，在佛台的边上，这个边上还有窗户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师傅你真的。哎呦，我家里面情况你都知道的，也看得这么一清二楚。你家里蛮漂亮的，东西蛮多。哎，对对。哎呀，沙发上放了什么东西啊？没叠好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师傅，真的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，我真的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，你没看见过。哎呦，很多事情人没看见过，听得懂吗？我有一次在悉尼。给那个墨尔本的人在看图腾的时候，结果墨尔本的人，我说你们家里怎么还有人呢？结果他说他家里的先生在家里，结果他说他回去，他先生跟他说，哎呀，你刚刚在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呀有响动声音啊，台长去了呀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你年轻的时候太喜欢吃鱼了，你不能吃了。哎呦，吃荤吃得很厉害。还有螃蟹。吃荤吃得很厉害。吃螃蟹很厉害，它可以把螃蟹每一个壳里面的肉全部吃光，还可以搭起来一个螃蟹。嘿，了，来人呐、好了，好好念经、我还想问一声，就是我还放多少条鱼，还有。刚刚看了半天，我还没告诉他菩萨来过没来过。哎，我忘了。观世音菩萨来过两次。真的哦。观地菩萨来过八次。哦，呦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好了。感谢。放多少条鱼啊？我还放多少条鱼啊？我每个月放的。530条。530条啊。好吧。还有小房子呢。小房子嘛，要念320章一共。哦、最近这一段时间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会有个小结的，一个小的结、因为你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过一个结了。对对对，鼓掌。对对对，哎，就刚才师傅说的那个淋巴结，看见了吗？对对对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世界啊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就没有啊。对对对，过去科学家还没发现电呢，没有啊。对对对，我知道的。好嘞。60年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 cancer 呢，还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呢。对对对，说肺癌全部说是肺结核死的，现在们知道就叫癌了。你说癌没有的？对对对，当然有的啦，完全有道理。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好好念经啊。好，对对对，自己业障自己背，穿的稍微再淡一点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吧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师傅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